行一下，干扰了，对吧？那小孩，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，坐，好，不许动，不能动啊！你坐好，缓会儿来。那怎么回事？坐着别动啊！半推半就，半推半就，哎，半推半就，再推一下，哎，半推半就，半推半就，半推半就，哎，能吃吗？哎，好，那吃吧。太多了啊，晚上不能吃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好玩不了，对吧？吃这么多啊？有没有菜，老铁们？菜有点占地方了啊！正常的话，是不是没有这么多？那玩意菜发跑啊，没有事儿。而且我们花花的食量，我现在已经彻底清楚了，老铁们。你们知道小花一顿最多能吃多少吗？狗粮啊，朋友们，小花一顿吃将近1斤的了，啊。来，给花花来点黑胡椒碎，啊，调调味儿，是不是？看，哎呀，真好，相当有食欲啊！来，花花，半推半就，半推半就，哎，半推半就，半推半就，哈哈哈哈！出来了啊，我。这小玩意儿一天老有才了啊！欢迎大家啊！感谢老铁们送的礼物啊！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！大腕的不用撕，大腕的我为什么没撕啊？其实想撕就几下子事儿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撕呢？因为我想让花花感觉一下，就是大口吃肉啊，嚼肉的感觉。为啥小花我必须得给撕碎？这大哥吧，牙口不行啊，你给整大块，他根本咬不动啊，他咬不碎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现在给他一块。它咬不碎，大哥，怎么好整个吞了，一会儿就得吐了。所以说，万万它几下它能咬碎啊！咱刚给，哎，大哥，吐，哎，好了，还给万万啊！你坐好，花花，坐好，看到了，老铁们，咬了半天没咬碎啊！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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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吗？哎，好吧，别动啊！那奖励你个草莓美食。好不好？你坐下，你坐下，想不想吃草莓莓？吃吗？吃啊！哎，好，表扬，行了，好吧，你坐好了，坐下，听我话，坐好，不许偷吃，听到了没有？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就给我定这块，不许动了，啊，好好，坐好了，坐下。别动啊！坐好，不许动。坐下，坐。不许动，坐好。一定要给我忍住，听到了没有？忍住啊！不许动啊！动一下，谁动是小狗，听到了吗？谁动一下，谁是小狗啊？准备。预备，每次给旺旺的肉都少，咋分的呀？哎呦我的天呐，来，我给你看看，旺旺肉哪少来？老铁来，来你自己比哪个肉多，哪个肉少，你坐好一下，自己去比一比来，哪个肉多，哪个肉少来？老铁们来看看吧，这肉是多大块的？你看这肉都是多大块的？啊，这一大块顶着小花将近一盆了，老铁们。啊。咱们家不差这点鸡胸肉，老铁了。他们每个孩子吃多少，每顿吃多少，咱都是按照量来，按照狗狗的体型大小，按他们食量来的啊。擦摄像头啊，所以说大家伙根本就不用担心啊，不用认为二宝爸不公平啊。
不存在什么不公平这一说啊，我对待每个孩子都一样，朋友们啊，对待每个孩子都一样啊，放心吧，大家伙，你坐好了，坐好，想吃吗？啊，吃啊，啊，吃啊 ，OK， 你吃吧。好饱啊！我给他们倒水了，咱们开饭吧，行吗？啊，万撕的不碎，看着想笑。我要给他撕碎的，说实话，万万那是最多的啊。为啥万万最多？因为他体型在这儿，老铁们啊，万万体型比较大。在这坐着不移动啊，不移动啊。感谢我们雅姐啊，谢谢。OK。好吧，坐下来，坐，坐好，小花在中间坐好来，别乱窜了，坐好，小花坐好，别乱窜了，坐好，别动，别动啊，不许动，二宝往前一点来，二宝，二宝往前一点来，啊，坐好，别动，准备。坐好你，我让你弄他了，你坐好，往后退，小花，坐，坐，往后退来，坐，坐好，那谁敢动了？准备，听我口令啊，我喊到三才能吃，啊，我不喊三，我看谁敢动一下试试。啊，谁动谁是狗，听到了没有？准备，一，不许动，坐好，坐好。二，二点一，二点二，坐好，不许动。二点三，二点四，二点五。做好，能不能做好？二点六，那干睡着一个。二点七，小花你给我回去了，回去，往后退了。小花往后退，退，退，往后退，回去，对，重走一遍，坐好，干啥妈妈？预备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各就各位，三，我这个喊三喊的是不是跟放屁一样，没啥用，没啥用是不老铁？欢迎大家啊，直播间上两千人了是不是、啊？欢迎你们啊，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感谢你们，欢迎大家伙。观看咱家直播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我送的礼物啊，感谢吉祥如意鸡鹰击长空啊，谢谢，感谢物语啊，谢谢大家我送的礼物啊，谢谢啊。刚才哪个老铁在咱直播间发红包了是不是？二宝快吃，二宝去吃吧，快吃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万万，哎，你看这下老铁们，万万他是不是能体会到大口吃肉的感觉了？是不是能嚼着肉？
你撕块撕太小了，压根儿孩子连嚼都嚼不着，直接夸夸就吞了啊，根本就体会不到吃肉了。所以说给爸爸撕块稍微大一点，大一些啊，因为本身人家孩子就大，他吃整块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比如说给他撕成一块一块，老铁是不是啊？没问题的，老铁啊，放心吧。小花是什么狗？小花是一只八哥，老铁们啊，小花是一只八哥。感谢欢迎我盼姐啊，我是真好，是不是？就今天伙食好。嗯，今天煮了点鸡胸肉啊，然后是前天煮的，但是前天没直播啊，然后昨天没煮，我现在是基本上是平均两天给他们吃一回肉啊，不是咱家不舍得吃，老铁们，我就是啊，我认为啊，就正常狗狗不能吃太多肉啊，不能吃太多肉，狗狗跟人一样啊，你穷养比富养可能要好。对的，老铁们，天天吃肉，咱不吃狗粮，咱也能喂起啊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说正常啊，不顿顿吃，不天天吃，对他们身体能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八哥和法斗傻傻分不清楚，八哥带尾巴啊，耳朵是耷拉下来的。八哥啊，然后体型也不是特别一样，然后法斗呢螺旋尾巴就一小啾啾啊，没有尾巴，然后法斗的耳朵是立着的，就这么两点区别啊，就最好区分的啊，别的地方也有不一样，是不是姐的？我都要愁死了，我家毛孩就爱吃肉，你看咱家孩子平常不吃肉的时候吃饭也狂狂的，也是这种状态啊，超级想吃，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咱就是饲养管理的比较到位，老铁啊，在我手底下，老铁们啊，没有挑食的狗，你们信不信，老铁们啊？我不管你们家狗有以前在家里面有多挑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当然咱不会那啥啊，就是比方说啊，假如你家狗要是到我手里啊，我一半个月我给它板的立立正正啊，敢在我这挑食啊，我俩开玩笑一样，是不是？那草莓等会儿吃啊，草莓等会儿吃啊，别动，妈妈等会儿。起来，肉吃多了得胰腺炎，适量就好。对呀，铁子啊，他不是说肉吃多了一定会得胰腺炎，但是肉吃多了以后啊，它引发胰腺炎的几率会变大，老铁们啊，会变大，是不是？感谢鹰击长空啊，谢谢。有新客服消息了，感谢咱家榜一啊，老铁们，咱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小花洗碗的，完了，一眼没瞅着。问二宝，你快吃啊，二宝你快吃啊，吃完咱俩吃草莓啊。那妈妈来，妈妈个大草莓吃，快吃二宝了，快吃。二宝吃饭是慢了，是不是？大家我再艾特一下咱家榜一啊，咱家铁粉来艾特一下咱家榜一啊，感谢一下咱家榜一大哥啊，谢谢，这是喜欢咱家孩子，老铁们是不是啊？特别感谢啊。八哥什么都吃，他不光是八哥，你像我们家小万万也是，从来不挑食啊，给啥吃啥，什么蔬菜水果啊，什么各种肉啊零食啊啥玩意儿，你给他们拿东西没有不吃的时候，给啥吃啥就不挑食啊，特别好好喂，特别好养。而且你看这一个体型，老铁们，你看二胖不胖，你看小花胖不胖，你再看万万，哪有一个瘦的孩子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吃的好，营养足，狗狗它就不会瘦，对吧，老铁们？我说的没毛病吧？感谢开心一笑啊，谢谢。金毛这条是不一定啊，老铁啊，其实正常来讲，分你怎么养啊，分你怎么养，世事无绝对，不是说金毛就一定挑食啊。有好多人养啊，养八哥，养拉布拉多，他也一样挑食，为啥？因为养刁了。啊，你越怕他吃不饱，你越怕他不吃饭啊，那以后孩子可能就越不好伺候，越不好处理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啊，好，快吃啊！二宝最棒，二宝人现在体型好点了啊，老铁，干小万万，大万一下叼俩圈，你可顶摊呢，万万呢？啊？那大万一见我老好玩了，跟那小孩似的。二宝快吃啊，小花。上一边去，
我那狗狗不爱吃狗粮怎么弄？狗狗不爱吃狗粮的话，铁子，你把除了狗粮以外所有吃的，不管是零食啊、肉啊、水果蔬，除了狗粮以外任何吃的全都给它停掉，不给它吃。小花，我给你一大玻璃屋子，你给我上一边去。小花，二宝要被烦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所有东西都给它停了啊，然后按顿喂，每天喂一顿或者喂两顿，到点的给它喂。然后放那就放五分钟，他吃就吃，不吃直接拿走，饿着他啊，下一段再往那一放，你吃就吃，不吃就拿走，就这么办，每天都这么办。他饿着他不吃，他就饿着，因为他狗狗他绝对会吃的，他绝对知道这东西能吃，吃完他能饱，是不是铁子？你就饿着他啊，狗狗正常来讲饿个三五天一个礼拜对他来讲不会有什么伤害啊，啥事都没有，朋友们啊，你平常水别让狗。小花不许吃了，小花不许吃，完了，去，不许吃了啊！二宝就剩这一口了，你们还跟人抢，好意思吗？二宝，你今天吃的属实是有点慢呢，啊？小花，为啥小花一直藏着二宝？你发现了吗？因为小花发情了，二宝也发情了，他俩。身上吧，啊，有这个味道啊，互相吸引。你看这小花，你看这小花，你看耍流氓的臭不要脸，你给我上一边去，下去，下去！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来，快吃，小花，二宝，你吃不吃了？啊，看了吗，老铁们啊，你看人家生活，老铁们肉都不吃了啊，肉扔地也不吃了啊，就把狗粮造了，你看咱怎么养的，老铁们多好呵呵，是不是？来晚了，不晚，老铁们，我刚开播没多长时间啊，刚开播也就十多分钟，不到二十分钟，是不是朋友们？小狗真乖，乖啥呀？哪乖？吃完了吗？吃完过来，来吃。草莓，来，把凳子拿回去啊，老铁们啊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来，下去，过来，谁也不许吃啊，先别动，过来，我把盆收了啊，今天碗刷的不好，小花可能是吃的有点多啊，他说我刷，二宝来，把那圈给我来，二宝，二宝，把圈拿过来给我来，好，再来一个来，二宝。二宝，把那圈拿来，快点！小花，你上一边去。二宝，给爸爸干点活。二宝，下来，把圈给捡起来。二宝，捡起来给我来。好，还有一个，把那个捡起来给我来，拿过来，快点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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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给我，给我拿过来，给我放我手里来。二宝来，快点，给爸爸来。哎，捡起来放我手里来，快点！小花，我他妈服了你了，给我来，帮我来。我自己捡了啊！我的妈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好了，来，咱把草莓先吃了啊！来，过来，咱们先把草莓吃了啊！过来，你是牡丹江？对，我是牡丹江的啊！买狗粮，我这没有现货，老铁们啊，我这没有现货，吃吧，二宝，姐，好，看看草莓，老铁们，待不待见？啊，待不待见？我给他们切开了，不切开这几个大哥他不吃。二宝来，花花你来了，哎我的妈，这大哥，吃吧，啊，去吧，吃吧，主播你露个脸，我等会露脸，老铁啊，二宝快点，二宝。二宝，二宝，你就得这么整，他才能吃啊！要不二宝，你给他放笼子里，他都不带吃的啊！这孩子，二宝，你看他吃东西从来都不积极啊！我还得躲着小办办，我的妈！大哥。啊，我们家大万是真不挑食，老铁们啊，不管啥吃的，上来就是造啊！
阿宝来过来，阿宝过来，花花来过来，小花过来，小花，二宝你给我下来，二宝来，哎，塞嘴里都不吃，这小玩意儿，快吃，快吃。跟花花来一块的，小小花今天吃草莓吃的够多了。你把脑瓜子给造了，我操，小花我得干一半儿。哎呦我的妈，阿宝来，呀吐了。我大腕到啥时候都不愁，是不是妈妈啊？啊，哎呀别着急，别拱拱翻了，下去下去，没有规矩，下去上盆里吃能行吗？下去，对，阿宝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一人一块啊！小花来，过来，妈妈，大碗得干一半，干一半还得多，太狠了啊！爸爸，来，来。我去洗洗手去啊，老铁们啊！说万万身体健康，得了，必须的。万万身体健康，食欲还好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啊，好了，回笼子来，回家，回家，各回各屋来。小花，我真服了啊！老铁们见谅啊，小花这两天为啥这样啊？包括二宝，你知道他俩为啥经常不太正常吗？因为后面两个孩子在到发情期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二宝你下来，小花回去来，小花，万万你先回去来，万万你先回去来，万万回去，一会儿让你出来，万万回去进去，啊，不许出来啊，小花，我回来，小花出来来，回去。小花给我回去，二宝别动，小花给我回去，进去，回去，关门，二宝都要烦死了。好，二宝来坐好，来别动，听爸爸话好不好啊？这回没有小花了啊，你乖乖的啊，过来来啊，来坐好啊，听话不，坐好，听话不，坐好，听话不？哎，你就这就行了啊！二宝是真胖，是不是？还行吧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啊，这个体型还，我个人觉得还算可以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啊，老铁们，因为二宝发情了，不给你们展示太多的才艺啊，我就展示几个啊，能让大家伙看着比较好玩的啊才艺吧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？来，小花，不许出来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乖乖的，我让你姐给你拿点好吃的啊，别动了，听到了没有？来，朋友们啊，啊，我先拿点啥呢？先来个套圈吧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啊，二宝来，去套上。我三个圈啊，让二宝分别给他套上啊，套自己脖子上，在我不帮助的前提下，让你们看着他的领地。对，套上来，二宝宝，套上来。哎，套上来，套上，套脖子上来，二宝来。他昨天表现超好啊，你下去来，你下去。非得上凳上套，对，再来一个套，好，第二第三个套，好，宝过来了，接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来，这把不是很顺畅啊，咱们再来一遍，坐好，坐，坐，坐，好，别动啊，老铁们看，随便扔啊，二宝去套。好，一个来，再套一个，来最后一个套，好，怎么样，朋友们啊？真聪明，捡起来套上，
啊，坐，好宝啊，来摸一下，来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我的妈，坐下，摸爸爸一下来，行呀，啊，厉不厉害，老铁们？是哪个吧？来，给你们表演个小小的杂技啊！我这有个诱杆啊，别动啊，就这样就行啊。好了，他不带调的，老铁们，看好了啊，他不带调的啊。吉林能发货了吧？现在暂时还不行啊，暂时还不行啊。咋能听懂人话？天天练，天天练，时间长就好了啊。来，叼着，就叼嘴里，不许吃。掉了，不能掉，二宝啊，来，不动啊，好，张嘴来。哎，好，放嘴里啊，不能吃啊。对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好，我不说，你不能动，听到了吗？不能掉啊。这么看，老铁们，啊，像不像一个杂技团小演员？好不好？别动啊。好，来，再看看咱家二宝小牙牙。这小牙口，老铁们喜欢的可以截个图啊，朋友们啊，喜欢的可以截个图啊，我感觉这二宝这个时候这个角度啊特别漂亮，是不是？露个小牙啊，喜欢二宝的老铁们啊，可以截个图啊，我查三个数啊，准备三二一，截完图了吗，老铁们？截完图了，我要让他松口了啊。来，朋友们啊，大家伙一起点点红心啊，感谢我小白姐啊，谢谢。来啊，吐我手里，来吐我手里，吐，好，别动啊，脑袋顶那个可以吃了，三二呀，掉了掉了，那等会儿啊，来这截完了，是不是好看啊，老铁们喜不喜欢啊，多带劲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来，你把那圈卸了吧，来卸了吧，哎，好，好，来，给我来，二宝来，把圈给爸爸来，你就拿一个一个拿，放下，一个一个拿来，给我来，给他一个一个给我来，对，好，来，再给我拿一个来，再拿一个来，再拿一个放我手里来，拿一个放我手里来，拿一个，对，放我手里，好，来，再来一个放我手里来，好，坐好。别动啊，吃吧，二宝就是二宝，是不是，老铁们啊？那必须的，二宝就是二宝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，好了，坐，别动啊，老铁们啊，让二宝给大家表演一个装死啊，装死啊，看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你看他怎么装，三二一，接，坐好，坐，装的不对，二宝啊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往这边点的，往这边点，转过来了，二宝来，二宝，好，坐，好，别动啊，装的不对啊，这个角度对，是不是？三二一，啪。玩呢？干哈，你爸爸？干哈？他又害怕了，老铁们啊，下来，走，不用害怕啊，他逗你玩呢，是不是？你这小胆啊，害怕吗？害怕？我爸爸摸摸啊，不害怕啊，你还在啥玩意儿？小万，你这是你过分了啊！吓唬你姐干啥？看我狗狗直接发出那个声音吧，它是警告的声音啊，啊，预警的声音。小万一那一下子啊，二宝马上就警觉了，你看了吗，老铁们？耳朵往后一背啊，特别特别严肃，是不是、啊？来，爸爸，你别严肃了，你给爸爸乐一个行不行，二宝？啊，给爸爸乐一个行不行？乐一个，乐一个，把嘴张开乐，乐一个，快点。乐一个，不乐，哎，好，再乐一个，再乐一个，再乐一个，乐一个，收
啊，宝啊，接。来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二宝来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哎，好，来盘个腿来，盘腿。好，接，下来，过来，过来了，过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好，坐好，不许动啊！这回咱好好表演个装死啊！刚才装的不是很成功，二宝。啊，可能是我没上子弹，放在空枪，是不是？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二宝，啪！干啥呢？气死我了！你过来，弟有血啊，他自己躺啊，他闻着血味，他老那啥啊，老想去给他挥收一下，不许再闻了，听不听着？听不听着？啊，不许再闻了，行吗？最后一次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啪！挣扎一下了，二宝来，啊，挣扎一下了，躺下，挣扎，挣扎，哎，挣扎一下，哎，疼疼疼疼疼，二宝，你说疼啊？疼啊？疼，疼疼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别动，躺下，别动。躺下，躺下，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别动了啊！好了啊，这回彻底不用动他，他还是很警觉，老弟们发现了吗？啊，他还是很警觉，是不是？现场这么多观众，你最好让他们成为你粉丝团的啊，加粉丝团，老弟们，这些东西纯属自愿，是不是？毕竟他是需要花一毛钱的啊，一个快币。对的，朋友们，大家伙想加粉丝团啊，咱提一嘴，咔咔，大家伙就加了啊。不想加，你再说半天啊，没人加，你整的还自己挺尴尬，是不是老铁啊？有没有要加粉丝团的老铁们啊？有没有想加粉丝团的老铁们？你说我这说完之后，一个加粉丝团都没有，你给我整的我是不是挺尴尬了？对吧？来，二宝下来了，好，感谢欲往情深送的啤酒啊，谢谢，来下来。下来二宝了，好，坐好，别动啊，坐好啊，表演最后一个才艺，表演完咱回屋休息。二宝今天状态不对，老铁们啊，刚才小万叫那一声，二宝到现在还很警觉的啊，他现在心里在想啊，到底是什么？万万刚才到底想跟我传达点什么？没发现了？他现在脑袋一直在不能乱转啊，看哪乱看，没发现了吗，老铁们？对不对？粉丝团的人才是你每天真正人数的保障啊！这不一定，铁的啊，跟那个没有关系啊。粉丝团就几百个人啊，连一千个人都没有啊，他保证不了任何东西，老铁们啊！粉丝团能代表啥？能代表加入粉丝团的是铁粉啊，就是我真正特别特别喜欢啊，特别喜欢。哎，正好我上哪块抢来的快币啊？哎，我正好我就加了一个粉丝团啊。有的老铁吧，他不会充，是不是啊？或者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充不了啊，充不了快币啊。可能是有的老铁我就喜欢，但是我想加不了啊。老铁们啊，有快币还特别喜欢的，待会儿你们可以加啊，老铁们啊，但咱不强求，是不是老铁们啊？来，接过来，二宝来表演最后一个才艺啊。二宝上圈里坐着去，坐好，坐下，好，别动啊。看好了，二宝啊，在不出圈的情况下啊，吃到这个肉干，来吧，开始，不许出圈啊，不许出圈，二宝不许出圈啊。看到了吗，老铁们啊，咱吃一口来，坐好吃，来坐着吃。二宝今晚确实啊，二宝今天晚上状态不对，老铁们啊，坐好，来坐好，不许出圈啊，看好了，老铁们啊，不许出圈啊，啊，不许出圈，看到了吗？好，二宝来上圈里坐着去，没让你出来呢，进圈来，上圈里坐着啊，坐下，坐着别动啊，确实今天不对劲，老铁们啊，狗不能吃巧克力，铁的这不是巧克力啊，这是肉干啊，肉干，来把圈顶过来吧，拉倒吧啊，顶过来吧，对，顶，好，坐好啊，摸摸爸爸不行吗？摸我一下来，啊，好不害怕啊？有爸爸在，你怕啥？是不是？
怎么一说有我在跑了呢？更害怕了是吗？你害怕的是啥？你过来。哎呀，这小万万，你说你叫这一嗓子干啥玩意儿？万呢？你真瞅是爸爸了你啊！你听到啥声音了？你叫我啊？这小玩意儿，嗯，过来吧，不害怕了，坐，坐下来，坐下，过来，坐好，啊，摸摸爸爸行吗？哎，不害怕了，阿宝啊，你看，人还很警觉呢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啊，没事了啊，爸摸摸行不行？过来，过来，让我摸摸来，阿宝，我摸摸，啊。哎，好，来我摸摸脑袋啊，不害怕了啊，没事了啊，没事没事的啊，你得安慰安慰他，老铁们啊。狗狗跟你说，尤其咱家二宝啊，心思特别细腻啊。你像小花跟万万他俩啊，心比较大啊，想的比较开。二宝心思就特别细腻。咱当时搬家的时候，从五楼搬到现在住的地方一楼，搬家的时候，你看吴饼啊，当时吴饼啊，还有小万万他俩能吃能喝啊，跟没事人似的。但是二宝他不行啊，心思特别细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他怎么换地方呢？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呀？搬家头一天，二宝吐了，吐了一天，晚上给我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他笼子旁边睡的，我都没敢离人，没敢离身，我就怕他想是不是我不要他了啊？我怕他有这种想法。哎呦我讲，那天给我难受的啊，给二宝也难受坏了，一直吐啊，吓我吐了好长时间啊，给我整的难受坏了。小花花，你给我回去。小花，你给我回去，快点的，没到你班了，回去，进去来，小花，你给我进去，回去，进去，二宝，上，好，那，好了，回去休息一会儿吧，进去吧，喝点水啊。这熊孩子，这小花花，啊，老铁们，这小花花，来，出来吧。熊样，我的妈！啊，来转一圈，来转圈，转，坐下。啊，别动了啊！小花别烦大姐，没事，小白姐啊，他俩现在就属于完全的属于是本能啊，他自己不想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，为啥？因为他现在激素啊，激素那在诱导，在控制他的身体啊。现在是不是因为二宝不也花钱了吗？他俩身上都有这个味道啊。小花，你跟他说啊，不知道以为他俩哪个是小公狗在家，是不是？我有半年没看你直播了，二宝胖乎了好多，是不是啊？胖了，是不是啊？三个孩子都有变化。一会儿你看看万万，万万长得现在出奇的漂亮了，啊，万万现在长得嘎嘎漂亮，大黑鼻头啊，那身形啊，那小脸那肤白貌美，我跟你说嘎嘎带劲。一会儿你看万万啊，一会儿你看万万过来，来坐好了，坐好，坐起，别乱动，听到了吗？能不能不动说话？能不能不动？能不能啊？你要是再动啊，再乱动，我腿给你打折了，听不听着？听不听着？啊？嗯，所以说你必须得听话啊，必须得听话，想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，四肢健全的情况下啊，想让自己四肢健全，你就听话，你就别动它，就完事儿了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，告诉我一声。听懂了是不是啊？腿疼吗？腿疼不疼？腿疼啊？害怕吗？啊，害不害怕？小燕好了，别动啊。好了，你坐好，你刚告诉你，我明天我去买豆腐去。小花，你看又跑了啊。小花，钱还在吗？钱，但老铁，你说他能在吗？老铁，是不是啊？花花，你过来，来，我让自己打开，老铁们啊，我让小花自己打开。等会儿，坐好了，你坐下，别动，坐起来，好，别动啊。我给他擦擦眼泪啊，老铁啊，这一有眼泪吧，影响我们花花的颜值，是不是，老铁？啊，别动啊。擦擦眼泪，擦擦哈喇子，来吧，朋友们啊。
查了一下是吧，让小花自己啊自己打开让给你们看看好不好了，对吧，来花花来你把抽匣打开吧，打开让大家我看看你的钱还在不在，对没了，打开打开来啊啊关上关上小花来啊再打开啊，那行我看了吧，没有了不见了是不是啊，啊你钱呢钱呢不见了真的行呀，前一台不会呢是不是新交的啊，开车匣关着完新交的啊，关上吗关上吗啊，坐好坐好，感谢一下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哎好老铁们来花儿都谢谢你们了啊，大家伙咱一起把直播间红心先破个万吧好不好老铁们啊，直播间小红心大家伙先给咱们破个万行不行老铁们啊，感谢你们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把吴斌老师请了，吴斌老师回家了啊，我也请不着了老铁们啊，他家离我这离个来回1000多公里呢啊，真请不过来老铁们啊，是不是花啊，是不是，嗯你看啥都知道是不是啊，啥都懂啊你啊啊，嗯是啊，你要是能听懂我说话的小花花，你要是能听懂爸爸说话的话啊，你说两个字就会行不行，说两个字啊，随便说什么都行，你要是能听懂我说话的说吧，嗯说两个字啊，你说的是啥咱也听不懂是不是，那你这回再说三个字行吗，行不行，说三个字说吧，听懂了吗老铁们，哎好孩子啊，你花花是真棒啊，来坐立啊，感谢一下大家伙儿，红心给咱干到10000了啊，啊停我说谢再谢啊，我让谢再谢，坐立别动不许动不许动啊，我说谢你就谢就完事儿了啊，我说停你就停好不好啊，别动，准备3、2、1，谢谢谢谢停，再谢一次停， OK 没毛病啊，太棒了啊，好吃吧，好不好吃啊，啊这什么声啊，这什么声怎么还嗯了，这怎么还嗯上了呢，爹大一万谁的小花没有了啊，小花基本上现在不没有血了啊，他已经过那个最的出血的时候了，现在都是二宝了，哎呦二宝现在一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往一低的都啊比较多，二宝毕竟他体型比较大量大啊，二宝也发情哎呀挺好是不是，好来学学打断腿啊，那花儿你给大家伙学一个行不行，行吗行不行啊，行不行给大家伙学一个行不行啊，你学一个快点，啥意思啊，要掌声是吗，啊那怎么办老铁们，小花要掌声，那待会儿咱给他呱唧呱唧吧好不好，你们拍掌他听不见啊，你们往屏幕上敲好不好，敲屏幕啊，红心点到15000啊，直播间1000人啊，一人点5下给小花鼓5下掌，让小花给你们表演一个瘸腿找到行不行老铁们， OK 不 OK 老铁们，这叫啥狗啊，小花是一只八哥是不是，嗯好你回答就有好吃的啊，好啊真棒
是不是 ？OK， 是不老铁们？哎呦我老铁们，你们是真给力啊！大家伙是真给力啊！感谢哈里妈妈啊，谢谢一直在点没停，我辛苦了老铁们啊，辛苦了，可爱多米，咱家不卖给我铁的啊。吴斌老师什么时候能出场？在我这出不了场了啊！如果老铁们想看吴斌老师的话，你们去搜索一下。吴饼爱吃小当家，老铁你去搜他去啊，在他直播间里你能看到吴饼老师啊，那是吴饼的亲爸啊，也就是我的小舅子，老铁们啊，待会儿去看一看啊，关注一下好不好老铁们。最喜欢小花的鼻子啊，原来好多老铁提这个事儿啊，说小花的鼻子像是牙似的。哎好，来花花来给大家学一个，来你学一个，来学一个，学一个，哎好，学一个，看到了吗老铁们啊，你别动。别动啊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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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怎么还转上圈的呢？坐好，我让学再学，听到了没有？听不听着？听不听着？啥意思啊？我说你听不听到，我让学再学。骂我，骂我，你再骂一句。他说我墨迹，老铁们，他说我墨迹啊，你信不信我明天把你炖了，就算我不炖你，我得骂，把你给腿给你打瘸子，你信不信，这样真绝，信不信啊，错没错，错了，能不能跟我俩好好说，咱俩是不是好朋友，是好朋友你就给我好好的听点我话，听着没有，听到了，感谢闭嘴啊，谢谢闭嘴送的啤酒啊，感谢支持，谢谢，不要吓他行吗老铁，他听不懂啊，给你们听的老铁们啊，不要那么玻璃啊老铁们啊，他不知道咋回事啊，他不懂啥意思啊，他做的所有反应都是我让他做的啊，这回你们能懂了吧老铁们，是不是说250呢，是不是，你看他想干啥我都能操控的啊，我都能让他做啊，非常乖非常好玩的一个小狗狗，是不是啊，哎必须的啊，来咬一口，你像吴饼在我这的时候，为啥吴饼护食会成功了，对吗，因为这是咱们训练的，是不是啊，是咱们训练的成果啊，就最后到什么程度了啊，就是我什么时候喊开始他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什么时候喊停他什么时候停，咱都是人为可以控制的啊，所以说大家伙不要担心啊，不要担心，是不是、啊、感谢小莲啊，谢谢小莲送的啤酒，谢谢，那叫妈妈特别可爱，是不是 啊那喊一句妈妈吧，喊完妈妈之后给大家伙正式的表演一下子中区，行不行，行不行，说话，来喊妈妈，大点声，张嘴说妈妈，妈妈，哎好吧，听见了吗老铁们，再说一遍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嘿嘿嘿，看到了老铁们，听清了吗，他是不是说出来了，再说一遍妈妈，张嘴说好棒啊，听见了吧老铁们啊，主任也不要累他的，放心吧啊铁子啊，放心吧，咱一天24小时，咱直播就播1个来小时，怎么可能累到他们，而且还不是说他一个人自己来直播，对不对朋友们啊，他出来也就10分20分的啊，跟放心肯定累不着他，是不是老铁们啊，你这三只狗的各种技能啊，点红心上10万是不成问题的，是不是啊老铁们，能上10万我感觉不太可能啊，直播间现在1000人啊，上10万的话每个人得点100下呢老铁们啊，咱能上10万吗，不可能的事啊，不可能的事，是不是啊，我最高的点赞记录啊在这边好像是60多万啊，那天就是疯了似的啊，一直管大家我要赞要那啥要红心，是不是，咱平常咱也不好意思啊，点红心挺累的，是不是花花啊，来再感谢一下大家伙，来感谢大家，来
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啊，坐地好好谢谢来，谢谢，好宝啊，来啊，行了，谢谢了，没完了。哎呦我的花花，好了啊老铁们啊，你花花你别动啊，过来了，小花来在那坐着了，过来，哎好，来坐好，别动啊，我让动再动啊，别动，准备3 2 1，小花来学一个，我回去了，原地起学，听到了没有，原地起学啊，来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屁股坐好，屁股来，那屁股别动它，那屁股怎么定不住了，别动啊，原地起学啊，不许乱动啊，准备3 2学，你们看清了我老铁吗？啊啊！小花前腿装血那个视，你给我上一边，前腿装血那个视频开始关注的，是不是啊？欢迎你啊！感谢老铁的关注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啊！好，坐好。你们还想再看一遍吗，老铁吗？还要再看一遍吗？是不是不是特别清楚啊？啊？是不是不是特别清楚？来，这回我是用手拿着手机，我刚才用指甲支着的啊。来，坐好了，啊，别动啊，坐好，坐下，坐好，别不听话啊，小花啊。啊，别动啊，来，学一个，看清了吗，朋友们？哎，说瘸就瘸啊，说瘸就瘸，是不是，你看腿还没撂下呢，哎呦妈啊，瘸腿抬起来了，哎好看，好，来转一圈，好，来转一圈的，再转一圈，好嘞，坐下，是不是想看后腿瘸老铁吗，啊啊，有狗挠着吗，毛毛用的啊，铁的你说的是啥呀，说的是不是去浮毛的用的梳子呀，老铁啊，想狗给狗去就是去毛的啊，就是狗平常现在到换毛季了，狗掉毛比较严重的啊，梳毛用的，你拍18号链接啊，下方小火车里有啊，18号链接啊，那我今天给大伙表演一次啊，就一次好不好，朋友们，就一次啊，表演啥呢，小花的装残疾啊，装残后腿啊，拖地啊，想看吗，老铁吧，来个装残啊，因为之前这都有十多天了，一直没表演这个，没表演过这个才艺，为啥呢，因为小花不是之前发情了吗，啊，这两天基本上没有啥事儿了啊，之前后面就是肿的比较厉害，现在一点消了啊，没有那么厉害了，所以说今天咱就表演一次啊，一个是地面啊，它不像水泥地面，它拉一下子肯定受不了，这个地面是滑的啊，再一个啊，然后咱就表演一次好不好，朋友们，想看吗，想看的话红心点到3万， OK 不 OK， OK 不 OK， 老铁们好不好，狗掉毛老铁你就拍18号链接啊，嘎嘎合适啊，朋友们啊，18号链接，这个去浮毛专用的梳子29.9块，铁子一把，29.9块一把啊，能自动你摁一下就直接去掉呢，要想看样品的你跟我说啊，我就回头给你拿啊，行不行，红心点到3万啊，我让小花给大伙展示一下子啊，装瘸的行吗，老铁们，我家法斗不是法斗啊，你坐起来让大伙看你到底是什么，坐起来啊，坐起来，嗯，让大伙看看什么，坐好了别动，坐立别动啊，坐好了，坐好别动，别用线，别动，坐立别动，别动，不许动，老铁看是啥，这是个啥，是不是，它是一只八哥，老铁啊，它是一只八哥啊，千万别整岔别了啊，好，下来吧，转一圈啊，再转，看了吗，这小身形，嗯，我发现小花啊，不能让它再胖了，再胖的话没有腰了，不好看了，老铁，是不是，我得让它瘦一瘦了，
你真的让他瘦瘦了，现在确实胖的有点没有腰了都，啊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小花？啊，过不过分？我给你减肥，从明天开始，行吗？啊，行啊。他自己反应了，行吗？啊，我啥也没让他干。啊，他居然往后退了一步，说行，还点个大头，你发现了吗，老蒋？还比较叹气那出，你瞅瞅熊样啊！好了，红心马上到30000了啊！接下来让小号给大家表演一下绝技啊！表演个绝技啊！哇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就在这坐着，来，坐好了，用屁股对着大家，坐好了，别动，坐下。啊，别动啊，小花。啊，别动啊。老铁们啊，准备好大家伙的赞啊。大家伙准备好啊，咱一会儿多点点小红心啊，给咱家小花花加加油啊。小花现在即将从现在这个位置一直拖着腿走到盆的那个位置，你们看好了啊啊，咱们小花表演不需要我去主动辅导他啊，完全是自己来做啊，不需要吧我给他摁地下或咋样啊，完全自己就能倒，自己就能啊倒下啊，就躺地下就发发的，是不是？来准备。过来来，上面来来，过来，过来上上，哎，好，准备啊，别动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哎，好，来，哎，好，往前走来，花花来，回头看我一眼，花花的，哎，好，再看一眼我一眼，来，花花，回头，回头，哎，哥，哎，咔，看清了吗，朋友们？啊？看清了吗？每次进我直播间就想看小花，是不是？感谢老铁啊，太厉害！再来一遍，我刚才说了，咱就表演一遍啊，咱们就表演一遍啊，不是咱家故意拿着板啊，故意。让大家伙那啥啊，小花先发情了，你们现在偷摸看看后面了吗，那个生殖器那块啊，现在肿的是不是，还是肿的呢，他来回这么拖着的时候吧，他是有可能会磨到这个地方的，老铁们啊，他一磨现在肿，本身现在就肿起来了啊，一肿你回头万一给他磨破皮了，狗狗遭罪，是不是老铁们啊，咱就表演一次啊，磨多了就不好了啊，我这都有快半个月了，基本上啊，就那天拍段子啊，爬了两次，还是从那块爬到这块，也就连1米都不到啊。这今天算是爬挺长一股了，爬得有3米啊，朋友们，一遍就行了啊。想看的话，等过两天，老铁们，它消肿了以后啊，你随便啊，你让我给你展示10回都行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啊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啊。他是怎么能放倒的呢？教他呗，这是我教的好，是不是，花花啊？好了。那让小花回笼的吧，老铁们，好不好啊，让小花回笼的休息一会儿啊，老铁们的心疼，回去吧，花姐 come on go yes nice good ok 来，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啊，我家大万啊，大万，老铁们，刚才有老铁说啊，二宝和小花都有点胖，这万万体型正好啊，这万万这体型怎么样，老铁们？你们看正好吧，万万你坐好来，看体型，看着了吗？这体型可以不？漂不漂亮？我就敢这么说，老铁们，咱家小万万赛万家啊，赛万家族里面啊，这些成员里面啊，我认为长得最漂亮的一只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仅代表个人观点啊。咱家小万万是赛万家族里面成员里面啊，就自己包括这就是这个后代里面，万万长得最漂亮，哎呦我真带劲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，认同的打个认同两个字来啊，老铁们，万万来坐好，来，哎，上来上来，万万来，来坐好，坐，万万能不能教会拖后腿，能教我也不教，老铁啊，
我不想教爸爸这个啊，因为啥，他体格子比较大啊，他的体型比较大啊，一个是比较难教，再一个教会了之后吧，啊，我估计要想教他应该也能教，但是小爸爸的服从性可能是照比小花和二宝要差一些啊，所以说教爸爸才艺的时候可能你看。大哥，你跟他说不许动了，你大哥你说出来就出来啊，我也管不了。你说大哥永远是大哥啊，咱慢慢来，是不是？慢慢来啊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是不是？你像二宝套圈的，他俩想教我都教不会了，我估计啊。你小花那个啊，你给人留两手绝活啊，装瘸，是不是？装残啊，你给人留点绝活，是不是老铁们啊？一万有自己的才艺，是不是？来，万万来，来万万来，转一圈来。啊，来坐好，这坐好了，坐好，万万来，让你们看看啊，万万万万来坐好了，你别动啊，来来，左手抬起来，好，右手，左手，右手抬起来，左手，好，宝啊，接，太好了，老铁们啊，让小万万啊给大伙走个五步啊，来万万来，不许动啊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来站起来，好，来左手，右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左手。右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好宝儿啊！哎呦，我大万今天怎么表现这么好？看到我老朋友吗？万万走这个小舞步走的漂不漂亮？来，万万来，再来一遍啊！来，万万来，左手，右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快了，左手，往后退来。你怎么刚才表现那么好，这就不行了呢？准备，来，往前站起来，左手，左手抬起来，站起来。坐站起来，啊，坐，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咱俩玩呢？啊？我是不是教东西呢？现在我不是你爸，我是你老师，知道不？你是不是得认真听讲？啊？你爸跟我说了啊，你给我坐好了，坐下。你爸跟我说了，你别动。你爸告诉我了，你要在课堂上不听话，让我很削你，听到没有？敢不敢了？敢不敢了？能不能老实玩？啊？不许动了啊！吃这个，吃这个，来，往往来，弯弯弯弯弯弯招，哎，哎，大哥，哎，那拉倒吧，吃这个来，那太兴奋了啊，老铁们，来坐好，来坐，最好表演之前点红心啊，必须是绝技，是不是？没事，老铁们啊，没事啊，因为先点不点都无所谓了啊。呵呵啊，基本播到11点多钟，我差不多也下播了啊，不能播时间太长啊，播时间太长了你们看够了，是不是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我爸爸说你们想我，让你们多想一想吧。啊，我们大万不是想谁想见就能见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吗？啊，你在这吃？小花，老实一会儿，乖不乖？小点声行吗？再小点声，再小，姐，小花小花小花点事儿呢啊，过来吧，我来，爸爸，让小万给大伙表演一个绝技，老铁们啊，咱小万也不是啥都不会啊，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那个样子啊，我现在都不用说，他现在定那块他就不会动了。老铁们啊，他先定那块就不会动了，你们信吗，老铁们？啊，就哪怕我把这个零食我扔出去，他也不会动的，老铁们，看好了，看到了吗？你们从始至终说我听我说一个什么定啊，不许动，说东西。啊，好，接。再来一遍啊，来坐下就行啊，爸爸你坐下就行，好，我现在不用说了，铁们啊，看好了啊，看好，
看到了吗？视若无睹，看到了吗，老铁们？啊，别动啊！我查三个数啊，准备，一、不许动啊，二、忍住啊，六、四、大哥四四四啊四啊，你坐好，四、四，还是四，不许动啊，三，你咬一口，给我留一口啊，留一口。啊，妈妈，听爸爸的话，好不好？咱做个算术题，简简单单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姨亲你一口啊，感谢大姨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高兴了，呵呵啊，来转一圈来，啊，行，你不给点吃的有点过分了啊，啊，来，过来。啊，坐好，坐好，嗯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让你谢谢怎么就转圈呢？啥意思啊？你过来，坐好，往这边点来，坐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坐好，你哪有个小姑娘样？谢谢，我的妈呀，这咋整？行了，算数吧啊，咱别谢了啊，好了，坐好了啊，爸爸让。你算啥你就算啥，好好算，听到了没有？哎，好，坐好了，坐好，别动啊！一会儿回答问题的时候小点声，听到了没有？不能太大声啊！好，坐好了，别动，坐，好的，坐好，啊，别动啊！看好了，朋友们啊，先算个最简单的，万万，你告诉大家伙，一加一等于几？看到了朋友们，他说等于二啊，来给个奖励的啊，坐好，别动啊，看我看我，来准备啊，爸爸你再告诉爸爸另一道算术题啊，二加一等于几，看到了朋友们啊，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坐好，来坐好，爸爸来坐好。哎，好，别动啊，老铁们，加法咱算完了，咱算到减法啊，算到减法，这个我出的难一点啊，你们看好了，看还能不能算对啊？爸爸，你告诉爸爸，六减四，六减四等于几？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行不行？他算的是等于二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啊，他算的是等于二啊，没算错啊，来坐好了，要算错了也是我算错了，呵呵啊，再算一道减法题好不好？啊，五减二，好宝啊，真聪明老铁，是不是？坐好了，四减二，四减二，说吧。再算一道啊，三减二，别动，二减二，
坐好。六减二。好吧，哎呦，大万太聪明了，是不是老铁王啊？啊，大万怎么这么聪明呢，老铁？嗯，笑起来好看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上来。哎，好，坐好，上，坐，给大伙害羞一个来。羞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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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哎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一天怎么能叫唤了呢？啊，小样儿，这一天我大晚上下楼跟着我走了，嗯，跟着爸爸走了，我看还有没有好吃的了啊，这个没有了，爸爸啊，没有了，爸爸给你拿个别的吃吧，那给你拿个，坐好了，小麦芽棒啊，我放地下，我让吃再吃行不行？哎，好，别动啊。哦，我让吃再吃啊，先别吃，等坐好了 ，no no， 坐好，别动啊，我让你吃再吃啊，准备，一、二、六、三，好吧，吃上了啊。欢迎妍希啊，夕颜啊，欢迎夕颜啊，妍希怎么岔去了啊？感谢夕颜啊，谢谢，听话是不是？感谢大家啊，谢谢，快吃吧，吃完咱出去上厕所去啊！你大姨问你草莓好不好吃，是不是啊？真好吃啊！我还偷吃两块呢，我还偷吃两块呢啊！剩一盒，明天还能再吃一顿。啊，今天这一盒全给他们造了，真挺好，万比老大还漂亮，是不是？那不能比，老铁们啊，不能比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是不是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啊，一浪把他妈拍在沙滩上，啊，有没有这说，老铁们？是不是？为啥？因为他俩年龄不一样啊，年龄是不一样的啊。万万现在才几岁，老大都几岁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老大都生过两窝的啊，当已经是两啊十来个孩子的妈妈了啊。小万万现在还年轻，是不是还是一位少女？她能比吗？老铁，没有可比性啊，不一样。你和姥爷都认为粉丝团的数量不重要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吗？爷们去现在又不送货了啊，今天送货哈，我都得上小区大门口去取去。啊，一到小区门口了，给我打电话下来取，来小区不让进，我就溜溜，我得赶紧去。嗯，确实你不让进呢，现在我们这管得严，那没办法。小花，你叫啥呀？嘚瑟，明天就给你减肥。听到没有？跟小老大是一窝那个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啊，主播露个脸呗。行，老铁们啊，我可以露脸啊，咱不是没脸见人啊，露个脸没有问题啊，毕竟人少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露个脸让大家我看看啊，让你们看看我长啥样。嗯，啊，这就是我，老铁们啊，欢迎你们啊，插摄像头啊。嗯，这位清楚了吧？稍微的胖。牙缝有点大，尽量不长不露牙啊，老铁们，欢迎大家啊！眼睛不太大，长得有点像潘玮柏，是不是？嗯，长得有点像潘玮柏啊，没什么太大毛病。你看这口大白牙啊，咔咔，帅帅啥呀帅啊？头发不多啊，头发不多啊，牙缝有点大，眼睛还有点小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说我像。潘玮柏，然后咱家老铁非得说我像刘能啊，还行，没说像长相长得像赵四儿，我挺满足了。那什么，好了，老铁们啊，废了，一露脸掉二来人，哪是掉二的人，快掉一百人了呢。哎呦，赶紧的吧啊，好嘞，这大牙缝子，嗯，比刘能的强。
别闹了，老铁们啊！你们随便埋汰我，我现在已经是属于百毒不侵了，老铁们啊！我不怕埋汰，我脸皮可厚了，老铁们，其实你们知道吗？我脸皮可厚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毛病啊！怎么样才能训狗大小便？训狗大小便，你这狗狗抱回家第一天开始就得训练它啊，让狗狗养成一个习惯。什么习惯呢？就是让它明白上厕所啊是要分地方的。怎么样才能明白呢？啊，狗狗正常来讲，刚小的时候，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的时候，它可能说自己，啊，憋不住尿啊，可能一两个小时、两三个小时，它就想上厕所啊。这些时候就看你勤不勤快了。你勤快，你过两小时，你给它领出去啊，找个地方刺激它一下子，领它跑一跑，颠一颠的啊。它只要一尿了，只要尿的是你指定的，你小花，你我说话呢，你别插嘴行不行？那大人说话，小孩能不能不插嘴？小花，闭嘴。再叫我跟你说，再叫我跟你说，别着急，我给你宰他。啊，就这么事儿。你家狗怎么训？我家狗刚开始小的时候都在屋里了，啊，然后反正天天遛，天天领出去遛，啊，一遛的时候在外面也上，一上完厕所马上好吃的递上啊，好吃就放嘴里面，上完厕所马上给好吃，上完厕所马上给好吃。时间长了之后，他明白，只要在外面啊，在户外上厕所就有奖励，就有好吃的。啊，一点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，哎，他一点点就不在屋里上厕所啊。然后适当的啥呢，就是狗狗在屋里上厕所的时候，假如说当你面啊，在沙发也好，地面也好啊，转一圈玩一会儿，转一圈玩一玩，哎，想上厕所了，他会提前找地方啊，可哪闻，可哪，可哪学嘛，可哪啊，转转圈啥的啊，找地方要尿尿了，你发现这个时候你赶紧给领出去。假如说你没发现啊，发现了晚了，咔一下在蹲着尿呢，你别等他尿完上去，咵一跟那尿，你这样打断他，你让他这盆尿尿的特别不爽啊。你就拉屎的时候你上去一脚啊，哪怕啊弄你一鞋，你也得去打断他啊。为什么呢？让他明白在屋里面上厕所啊是有风险的，是不舒服的啊，在外面上厕所啊是有奖励的，有好吃的啊，还能好玩的。时间长了，狗狗一定会明白些啊。然后一点大了之后，狗狗像成年了以后，像咱家二宝、小花这几个啊，憋个十多个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憋尿啊。就成年了以后，他养成这个习惯了，就是啥习惯啊？你像咱家这几个孩子，从来不在屋里拉尿啊，只要能忍住，他不会在屋里拉尿了啊。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的啊。这训狗有好多老铁啊，感觉不可思议，那小花啊、二宝啊，啊，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简难吗，老铁们？其实真的不难，老铁们，只要你有耐心啊。小爸爸，你啥玩意儿你都想教一下子，小家，只要你有耐心，老铁啊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啊。有耐心就好办，没有耐心的话，所以说你就给你个再聪明的狗，一个边牧啥的，你也是照样训不出来。这个老铁，嗯，放小花出来，我一直在叫，回去来，娃娃来，回去来，娃娃，倩倩，啊，别他妈直接上厕所去啊，铁子们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娃娃姐来。走二吧，哎，回走掏一下，他就回手掏一下子。小爸爸，我下来，下来，爸爸，下来，快点，去上一边，给你个大电炮啊！去，去，下，二宝、小花下来了，你俩了，在那个干啥呢？过去上厕所去，快点，二宝下来。好了，去吧，上厕所去吧。我家狗大小便打几次，长记性。还有一点，老铁们啊，你们打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打狗狗的鼻子啊，打它的腹部啊，脑袋尽量别打啊。啊，他真犯错误的时候，咬人的时候啊，吃粑粑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大半夜嗷嗷嚎的时候，啊，是乱捡东西吃，是不是啊？或者一撒手就没，你想让他啊接受一点惩罚的时候，打的时候打打屁股啥的啊，打打屁股，打打肩胛骨那块啊，这个肉比较厚啊，你拍两下也没有事儿。但是
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别打狗的鼻子，老铁们啊，容易打坏了啊。可能说你轻轻一拍啊，你不觉得有多狠，但是有可能会给狗造成一些比较那啥的伤害啊，老铁们啊。谁呀？啊，这是我给大家伙一点建议啊，给大家伙点建议。这几个熊孩子，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就播到这儿了啊，老铁们，找好房子，房子我不换了，老铁们啊，房子这个地方再租一年啊，咱家房东那个我俩商量完了啊，人特别好，一个大姐啊，人特别好的姐，一看我找不着房，她也关注我了，也看我直播，呵呵啊，然后说那么的我老弟儿啊，要不你就在这再住一年，我看啊也挺不容易的啊，找房子现在也不好找啊，再住一年我也挺好，呵呵，是不是？商量好了是不是？必须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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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别闹了。我说把狗粮发天津也不能拍呀，那可不。啊，能拍就能发货，拍不了那就是发不了货啊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姐，啊，一点招都没有。哎，都欺负二宝，他不是在欺负啊，小旺是在跟二宝闹着玩呢，小花花是想让二宝，想跟二宝耍流氓呢啊，小花发情了，现在这两天到了最关键的时期了啊，有点欲罢不能啊，控制不了自个儿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播到这儿了啊，不跟大伙絮叨了。